嘿，我是 Hannigan。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玩手机游戏哦。那今天的这款游戏啊，就是我们这上面好像会倒球下来的样子。那它倒球下来可以经过这些倍率，我们就可以去获得更多的球球这样子。它底下会有东西可以加，你看这边这样三乘三是九倍吧。那我们就是要尽我们所能的吼，获得更高的倍率啊。啊，这边的话是这里应该是最多的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们全部到这边。哦，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操作的部分了，对不对 ？OK OK， 那这款游戏应该算蛮简单的吧？它这样才给我两颗星，哎，两颗半而已，真的假的？我已经这是最高倍率了吧？奇怪嘞，我才不要嘞，看影片才有三星是不是？我加不来。啊，这个应该要看那个，完了，他没有用到那个四倍，将我扫到四倍，原本可以十六倍的。OK， 我们再下来这边的话，到，啊，有啊，有一些还是有磨到三倍的，我好像都太急了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还有机会。卡住了，哦，没事。啊，那如果喜欢看到我玩这样子的游戏啊，喜欢看到这样子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在影片下方点个赞，那可以留言告诉我一下哦，告诉我你喜欢这样子的影片哦。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吧。啊，我们这边的话是，看影片可以加七颗球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加一下好了。好啦，我们看完广告之后，它现在倍率增高了，那我们从这边撒下去吧。哦，这样子的话应该就会有九倍。那上面、原本是几颗啊？我好像没有看哦。反正这样是九倍啊。OK， 那我们到下面一个，这个是减二十四，像这样。这边还可以让它再看影片乘以四。就是要我一直看影片就对了嘛，就是要我帮你刷广告嘛，我叫 boy。我们到这边哦，这两边基本上都是乘三，应该没差。OK， 全部给它倒下去，看看这个能到多高。哎，有的时候它弹上去啊，也会吃到倍率。我刚刚有看到，它有几颗有弹上来这边，它就吃到这个的三倍。OK， 我们这个应该可以更高了吧？有啦有啦，有三颗星的啦。奇怪，前面没有三颗星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不懂哎。好啦啊。他是不是出 bug 了？他会结束吗？我抓到游戏 bug 了，解释不了是不是？上面的那个我还可以晃他哎。OK， 那我们继续吧。这旁边都是三倍，这两个都是二倍，那根本就没有差、啊，对不对？这边看影片可以增加三颗，我不要。我们接下来都不要看影片增加倍率好了，这样子好像没什么意义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边的话乘以三，不对啊，你这样我到哪里有差吗？你在哭吧？啊，刚才弹上去两颗，害我损失了一些。游戏结束，刘安呢？过分呢，这游戏。好，这次我们到这边，这个就有差了。奇怪呢，刚刚。两排都给我都是同样数字，那到底有什么意义？这个也是啊，智障才往这边撒吧，对不对？智障才往这边撒，这边有六倍，不香吗 ？OK， 全部给它倒下去，这样应该很多吧？哦，球还蛮多的哦，会不会又跟刚才一样出 bug 呢？哎呦，没事，OK， 我们排名又往上，这个排名到底比我低的到底是在干嘛？来，我们这边还可以继续，这边可以撒到九倍 ，OK。哎，他这个给我卡在这是怎样的 ？OK， 还是可以下去嘛，哦，还好不会就给我结束在这边。等一下哦，啊，他到一定的程度他会自己停下来，哦，这个满的有点夸张，哈哈，这个满的有点夸张，OK 啊，我们。排名又往上了，哦，它是累计的啦，它不是只单次的啦。然后我们继续，哦，那比我低就情有可原了，就可能他们没有在玩这样。我们丢这边，啊，有些还是会甩到旁边去，我应该往这边，就是往左边来一点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们这个问号是干嘛的？倒下去试试看。啊，哇哩嘞，哇哩嘞嘞，啊，这个锁是干嘛的？啊，哇哩嘞，哎，这个是在哭吧？这游戏是在哭吧？哈哈，那个问号在坑人，我不要再甩问号了，我甩这边，这里应该不对啊，那个问号我也进不去吧？这个角度怎么样都进不去啊！哈哈哈，啊，这边的话乘三乘四又乘五了，哇，
这样有几倍？60倍啊！哇，这60倍有点扯啊！啊，这边又问号嘞，我们撒个几颗下去。哎，城市，全部给他撒这。哦，好啦，他还是有机会。哎，那个全部给我跑上去怎样？哦，这个有点扯，这有点扯。哦，几千分哎，好扯啊！这个好像会让他再往上冲，只是会被这个吃掉。可是好像可以再碰到这个神物。不过，我想想，如果我刚才是到这的话，就是再往上射一遍嘛，好像到这里会比较高分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往那边射的话，就是会有25倍，而且还有机会再吃到一只4倍，应该是这样算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继续啊。好，我们这个游戏其实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它这个应该是随机啊，倍率应该是随机，有的时候蛮坑的。倒个一颗试。哦，这是城市，没关系，我们还倒着。哎，我看你球到底撒去哪里？哈哈哈，问号，然后乘3，然后这里还可以再跳起来，那我们到这，他应该会再上来一次吧？哎，结果有一大堆给我跳到别的地方去了，这个是乱喷呢，有够难过的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啦，至少有一颗星就算过关嘛，对不对 ？OK 啦 ，OK 啦 ，OK， 我们这个排名哦又稍微往上了一点，这个排名前面的是太无聊，是不是？哈哈哈。我们这边的话到这里，哦，这也不用想，我好像没有看过6倍的，对不对？不考虑它，哦，我们直接这样会有20倍，对吧？啊，我们这边的话，这个20解锁是干嘛的？倒一颗下去看看。啊，是20颗的话，它就会掉下去。刚才那个10个的就是成功了，所以它就是上面有10颗球的话，它会掉下去这样子。我的球的数量有点多哎，这个是16倍嘛，对吧？哦，这数量有点扯啊，这一颗有点可惜啊。其实到这也不会赚啊，就如果我到那的话，他也没办法可以再变更高倍率了，倒不如就用原本的16倍，对吧？哎呦，这是一个数学的游戏哦。我们倒一个下去，我想，哦，成六，哎，结果真的会有成六啊，真的假的？输了，好啦，至少我还是倒了一颗嘛。啊，这边的话就刚好只剩6倍了，这个没有任何悬念，哈哈，倒过来一点好了。OK， 这个球诶也是蛮多的呢。OK， 没有问题，排名又往上了一点。哈哈哈，哦，这个可以用到3000多，怎么弄的？也是蛮厉害的。啊，他问号是每次都不一样吗？还是怎样啊？嗯，之后再试试看好了。来，我们他到这里，他就会再往上弹一次，就可以再多增加一次倍率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好啦，目前看来还不错，已经有100多颗了，108颗。这边问号了，倒一颗下去。哎，啊，乘3而已，没事，继续倒这。哎呀，不然倒到旁边那个，没关系，减15颗而已，还好，问题不大。OK， 还蛮不错的，哎，还在倒哎，还在倒哎，好扯啊！哇，2000多分，3000应该可以破3000。我上面球还有，我球一共有100多颗。对了，108颗乘以25倍再乘以4 ,100 倍，这应该可以破万吧，这应该破万了吧，对吧？哎，没有，这乘4不一定会有乘到4，就有些会从这两边下去，所以至少会有25倍啦。 OK， 最好的哦，我排名升的有点快，升到有点，他跑的速度蛮快的，然后最好的是这个，所以我的这个分数是最好的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不是很确定，它的反应其实我看不大懂。好，我们这次等这个下来，然后这样，它应该会停住吧？有，它停住了，这样刚好应该是完整的6倍吧。然后我们再继续，这边的话有个问号，倒一颗下去啊，我们倒着。哎呀，有点亏啊，这里还有个乘2我没看到，可恶，有点亏，有点亏，是不是失败了？对，游戏结束 ，game over 啦。嗯，真的是一个数学的游戏啊。这个蓝色的是这样，先倒一颗在这。哦，这个好像还不错哎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到这边就好。这里3×3×4，9436是吗？对，9436。为什么会疑惑一下？好，这个应该没有悬念，我们就到这边。好，我不知道这个会是什么啊，这个是减数量的。没关系，这样子差不多应该会有快要9倍的量，应该没问题，应该没问题。那有的时候会弹到旁边去，我不知道它是怎样弹的，是推挤碰撞吗？为什么能够喷到旁边来啊？超奇怪的，超诡异的。哇，还在倒哎、欸，
球也很多哦。不晓得各位啊，玩这个到底可以玩到几分？我刚才玩最多是5000多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刚才那5000多分我是觉得蛮值啦。哦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超过这个数字哦？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。我觉得应该有到破万之类的，一定有。来，我们到这，到这啊，完了，大部分我好像都到来这里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这样还是有个几百颗哎。等等，如果他再来给个20几倍的话，就学宝了。OK， 这边的话乘4哦，乘5将是20倍。那我们这样，对吧？哎呀，他有些还是倒到旁边的乘3去了。哦，这个数字有点扯哦。刚才是200颗嘛，对不对？乘以20，这样的话应该至少会有4000吧。啊，有些倒到旁边的可能3000多而已，我预计3000多，应该差不多吧，3000多快4000。来来来来来。有超过3000，超过3000了，你看，超过4000怎么做到的？为什么？刚才不是2000颗吗？2000颗乘以4520啊，对啊，2000颗，为什么你可以到5000？我突然有点怀疑我的数学了耶，为什么他跑到快5000了？他才10颗就5000呢，好扯哦！啊，最高到5543，这个是我的数字吧？刚按的那个数字吧 ？OK， 我们再来。这个的话，倒看这里好了。OK， 它刚好也是乘3，然后又可以再喷上来。哦，这个很多，这个很多，这个很扯，这个很扯。哦，这个全部都是给我背的，它整个卡住了，太扯了啦。这个，哇、哦，300颗嘞！这个我光是第一轮我就已经300多颗了，好扯啊。OK， 420颗下来。这里的话，我觉得，这里的话会从这里跳上来，所以我觉得到这边应该可以倒一颗在这。好，不要再倒那边了，那边现在看到是减速，不行。我们这样子的话，它可以再弹过来再乘2一次。可是这个应该就没有刚才的这么扯了啊！它下去就直接从这里下来了，还好是倒这。倒这的话应该是效益最大，没错，因为它会弹上来。为什么它不弹呢？它坏掉了是不是？这个我才大概1000出头，应该是1000出头，700了。再来哦，再来哦，800，再来。对啊，他这个直接坏掉了呀，他是用太多次了吗？哎呦，刚刚好1000多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算得多准啊！啊，这边的话有个问号好小。哦，竟然是4倍的啊，没关系，这边加起来是9倍，应该会比较多啊，我应该全部撒大了哦。好，那我想想，撒一颗在这试试看啊，都是乘3，那我们全部撒这，全部撒一样的地方就好了。哦，结果他那个问号应该是随机的啊，我猜。OK OK， 排名的稍微往上个3名哦，介于有和没有之间啦，没什么意义。那这边的话应该可以吃到哦，这可以吃到很多倍，可是这个要稍微看一下。我想想，应该可以吃到3次4倍，对不对？应该可以吧？哎呦啊，没有成功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原本想说这两个对齐的时候可以一起，对不对？那个全部对齐起来啊，就可以吃到3次4倍了，这样应该是64倍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的话我看看啊，先倒一颗试试看啊，结果是减速的，没关系，我们这样子。这样还是很赚，这样的话是12倍，对不对？4×3=12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这个破千吗？应该没有。对，这样500多而已，还蛮可惜的。这个要到刚刚那种破千的状况，应该也是吃运气的啦。他应该也是随便出的，对吧？他关卡应该都随便随机出来的那个倍率。来，我们再来气矿买。这里的话，最高可以到9倍。那我们等这个过来一点，然后倒下来。给你哦，停下了，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完整的9倍。这边的话应该是直接从这里掉下来嘛，所以我应该是要从这边降下去吧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就是6倍了嘛。OK， 这个分数应该也没有到很高，对，应该没有很高。好啦，那今天这款游戏我觉得也差不多先玩到这啦。那如果各位啊喜欢看到我玩这样的游戏，喜欢看到这样子的影片啊，别忘了帮我在影片下方点个赞，那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一下哦，你喜欢这样子的影片哦。
那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家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最高分可以到几分哦。喜欢这次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在影片下方点个赞，拿开订阅去追踪我的动态。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、IG、Twitter 去按个赞、追个踪。想要聊天的话，也可以到我们的 Discord 群组一起来聊天哦。那我猜你给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